魔法时代，这个老师是魔法时代谢贤人，变态的。听书看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方方。好，咱们今天说一部传统的评书。这部传统评书叫《哈利波特》。好，好。胡说，真是胡说。按我们术语来说呀，这玩意儿真顶挂，就是紧张，顶了一周了。为什么？我恨不得那天就来仨人才好呢。人一多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这仨人知道，这大伙儿都知道。你说真是说一半都着了，骂街退票。好在前头还有三个垫背。国外的书啊，我不是头一个说。有人说，金良生金先生曾经在天津说过《鸡孤山伯爵》，张少佐张先生说过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，单田芳单先生说过《二战演义》，没法听的。孙毅也说过类似于二战的东西。国外的书啊，咱说实在的，真是没法听，它跟咱们中国人的思维不一样。评书说的是侠客、剑客、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，你这是国外的小说多少啊，这东西。你哈利波特怎么说呀，纵身上房，骚的这种的。故事发生在哪儿啊？发生在英国。您问去，您到英国大街上打听，保证没人知道。因为这个故事并不属于咱们生活的这个空间，是一个充满了魔幻色彩、充满了想象空间的这么一个玄幻世界。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古堡里面，这座古堡历史悠久，依山而建，背靠大山是三面环水，安土城水寨在这里，背靠大山是三面环水，有很多崇尚魔法的人都到这儿来学习。这是一个有名的魔法学院，它叫霍格华兹。跟现在德云社差不多，相声培养人才的一个基地。多成了名的人，当时巫师界那排名前十位的巫师都是从这儿出去的。从远处看这座古堡，红墙灰顶，周围浓浓的雾气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，四周围是沉沉的湖水，美得如诗如画，宛如人间的仙境。一瞧远处碧绿的山岗，清新的街道，美丽的花园，古老的学院，喷泉瀑布，台阶植物，林荫小道，构成了各种奇妙的景致，仿佛是高明的美术家也难以把它勾画出来。像今天这学校热闹，灯壁辉煌，好家伙，恨不得拿这个水瓶把这学校冲洗好几遍，净水泼街是红红沾不出地。一条大厅里头得有这么几百位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臭的臭，丑的丑，俊的俊，排了一溜，好几百位，白的白似雪，黑的黑似雪，红的红似血，黄的黄似细，丑的跟杨子通似的，俊的跟我似的。而且皮肤这颜色还不一样，白的黑的红的黄的，这是国籍不同，但是穿着打扮它都一样。黑袍子，白 T 恤，胸前霍格华兹的校徽。你瞧大厅头里有一排桌子，桌子后边得坐着这么六七位，要真把这六七位搁到现在大街上，
人家说这六七个是神经病，没有这样的，穿着打扮太奇特了，不知道以为是哪个公司庆年的，马戏团的小丑都叫出来了。一瞧正当中这位，他是坐在那儿，真要站起来那个儿可太高了。你家这位不胖不瘦，岁数挺大，大概其看外表得九十多岁了，实际不然，这位五百多岁了，五百多岁看着跟九十多岁的练功练的，返老还童，好家伙，有能耐，白眉毛，白头发，白胡子，胡须飘洒，胸前是根根不乱。胡子太长了，在底下打了个结，跟海带扣似的。一瞧是慈眉善目，眼睛不大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戴着金丝边的眼镜，鼻如玉珠，厚嘴唇，方海口。这方海口平时少言寡语，说出一句那叫落地有声。两个大耳朵，这俩大世上闲言碎语根本不听，听的是逆耳的大剑忠言。脑袋上戴一大帽子，帽子是尖儿的，三角到顶上一个尖儿，跟烟囱似的。穿这黑袍子，掐金边走金线，上绣天使飞天。我说掐金边走金线，上绣海水江崖，那完了，那就改了包公了。咱这掐金边走金线，上绣天使飞天，是腰中横着金带。这条金带人工打巧匠雕，往这一坐稳如泰山一般。谁呀？霍格华兹的头把金交椅。校长阿布斯邓布利多。大邓，大邓，这位大邓可了不得，好家闯荡江湖，一出世单败击败黑巫师，单臂一个手腕黑巫师也大，单臂击败黑巫师，独闯血龙谷，降服十大魔龙，发现龙血十二种用途，和好友梅勒闭关研究炼金术，是血战伏地魔。好，汗都下来了，这您在原著上看他都没有。这咱真事儿，这是查资料查出来的，那了不得呀！你看他旁边还有一位，邓布利多，在巫师界上百名巫师，在冰山北极岛搞过一次武林大会，斗法呀，排出来前十名，邓布利多排第二，那能那了不得？你瞧他旁边坐着一位。女的，女的瞧这外表也就四五十岁，中年少妇。实际上这位三百岁，满头的红发，宽脑门，细眉长目，鹰钩鼻子。说这鹰钩鼻子的人不好逗，鹰钩鼻子，嘴挺大，咧下来跟那个碗差不多。满口的银牙，头上戴着翠绿色的帽子，穿着翠绿色的袍子，脸色发白。你瞧这位是不苟言笑，往这一坐也不带乐的，好像在这端着，好像谁看他好像欠他多少钱似的。这位是谁呀？这位也有能耐，这位那是霍格华兹的副校长麦格教授。这边有一主长得新鲜，要站起来也就中等身材，这张脸可太恐怖了，惨白惨白的一张脸，白的都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白到什么程度，我就仿佛是白灰加上白面弄到一块儿，嘣贴墙上白到一块儿。可是浓黑浓黑的眉毛，这黑眉毛和这大白脸形成了反差，三角眼，眼睛里透的这个光芒啊，总让人觉得好像怀疑什么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似的。也是鹰钩鼻子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两个耳朵往上立立着，尤其这俩眼睛，您看过那骷髅吗？骷髅头那俩黑窟窿就跟他差不多，
浓黑浓黑的头发垂洒在面颊的两侧，啊，在这头发好像拿水洗了也没弄干净似的，湿不拉几的在这当着，这也是不乐，往这一坐，大伙真看他一眼，汗毛都能立起来，看他一眼，好几天睡不着觉，他要看谁一眼，这位算是倒霉了，穿着一身黑袍子，黑衬衣。浑身上下全是黑，就这脸是白的。这主是谁呀？这是霍格华兹魔药课的老师斯内普，电影好像叫史内普，原著叫斯内普。这也是一个教授，你瞧这边这新鲜，这主个儿不高，往这一坐乐嘛滋儿的。但他这乐呀，不是您听相声那乐，透着傻了吧唧的乐。咧着嘴，那这个短眉毛、圆眼睛，这鼻子好像就安到脸上似的，也没有胡子，穿一身紫色的袍子。最显眼、最特殊的就是他这脑袋上拿这紫布条子缠着，缠的是又紧又严，仿佛你蹬都蹬不下来。你瞧大伙离他都远，怎么这位身上有点味儿？还不是狐臭味儿。好像什么东西腐烂的味道，不知道这主好像怎么不洗澡啊，是怎么着，仿佛掉河里才算洗一回，他都管着他。这主是谁呀？黑魔法防御术的教师奇洛，您可记住这个人啊，有点用。旁边站着一个大个，这大个离他呀也挺远，他身上这味儿太熏人了，大个站起来得三米多，可以说是顶天立地，披头散发，这头发敢沾了，打着卷儿，大眉毛、大眼睛、大鼻子、大嘴，大手、大脚丫都大到一块儿，穿着一身黑色的布袍子，又破又旧，跟他这五官相貌成正比。黑裤子底下一双黑色的，好像是布鞋呀，还是靴子也看不出来了。海下一步刚然，这种胡须砰砰的都打着卷儿，你要瞪住了一根，啪一抻，老长一松手，噗又回来了。修然那刚然，他两个的能跟鞭子使唤。这主往这一站，你别看他个儿高，看着挺虎实挺凶，还给人一种亲切感，看着好像春天般的温暖。谁呀？这是霍格华兹的钥匙管理员，负责管钥匙、配钥匙、开锁，这行。霍格华兹有一个森林叫黑森林呢，他负责看守这森林，叫海格。好，周围还有别的老师，咱们就不必细表了。瞧底下这些学生，好家伙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今儿怎么这么热呢？感情今天呢，是霍格华兹迎来了一批新学生。开学典礼，大家能不热闹？你瞧这帮学生心里一个个忐忑不安，想什么的都有。这就琢磨，你说我这能学成魔法吗？我爹妈能学成，我未必能学成。真学不成，回去多丢人呢。哎，我看够呛。这还没上课，先灰心了。还有的挺自信，说没问题。我爹妈的纯种巫师，不是麻瓜。那说实在的，我没问题。学出来以后，我就魔法部了，白领。这还有这样的，大伙想什么的都有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就是说他也来了嘛。谁呀、啊？谁也不知道，议论纷纷。我说他来了，听说来了，这车上就听说了，真来了。我说他要是来，那家伙不得满身的能耐，谁说不是啊？说他要没能耐，能把那位给打败，那主多厉害啊！好家伙，谁都白给。听说那阵儿他还小孩呢，什么小孩，婴儿刚出生的，还没满月呢。是啊，没满月就能把那主给打败，不知道人家带着仙气儿呢。我的妈是妈宝，
他爹那是正统巫师自己修炼出来的，也不但不是散仙，跟你说，说实在，他最好能分到咱们这学院，哎呀，希望了，谁说不是呢？不光这些新学生议论，这些老学生也议论，都希望这主能分到自己学院来。你像上面坐的这几位老师啊，看这个眼神呢、啊、神情啊，仿佛跟大伙想法一样。大伙这是议论谁呀、啊？众人的余光就扫向了一个人。你像这主是个孩子，岁数不大，那还不到十岁呢，往这一站，挺瘦的，一看平常好像营养不良。啊，吃的不怎么样似的，不敢说骨瘦如柴也差不多少，浓黑浓黑的头发遮住了额头，眼睛不大，但是挺有神，戴着小眼镜儿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珠，是牙白碎玉，脸上圆宝耳朵，你瞧这张小脸可太漂亮了，白中透粉，粉中透润，润中透着嘴。就仿佛这鸡蛋包了皮儿，搁粉盒里打一个滚似的，你都不敢碰，你掐一下那脸一磕，那叫吹弹得破。身上穿着黑色的袍子，里边是白衬衣，没加什么修饰，往这一站很从容，很稳当，但是眼睛里头充满了好奇之色。这阵又打外头刮进来一阵风，也不知道是谁施了法，别人都没事儿，这阵风就把这个少年的头发啪就给吹起来。头发这一吹起来，就见这少年的额头有那么一道疤痕，伤疤不是胎记，什么疤痕呢？一大月牙那是包公，是一个闪电的形状。呵，这闪电就在这搁着，闪电要搁别人的脑袋上还算难看了。可搁他额头上，不单不寒碜，反而给这少年增添了几丝英武之气。往这一站，帅，少侠爷。谁呀、啊？本套书的主要人物，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，这大伙干嘛对他这么重视？干嘛对他这么关心呢？提哈利波特，现在也算是小有名气，那小童星大腕儿，现在人说实话，这些童星们应该抓一抓，一个个岁数不大，派头挺不小啊，见人不理什么的，不懂礼貌。哈利波特也是童星，人家懂礼貌，怎么说外国人教育就比咱们中国人好，他稳稳当当的。你得说这疤痕怎么留下的，有一段隐情。哈利波特的父亲叫詹姆·波特，母亲叫莉莉，这俩也是霍格华兹的学生，感情这俩在学校谁也不服谁。头一天上课，人家莉莉挺聪明，学什么会什么，哈利波特他父亲多多少少有点笨，悟性稍差，但是挺用功，拿着法杖练，那这羽毛得飞起来，拿着我这法杖，你扣子卡在我的裤子，好，没飞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，你扣子卡在我的裤子，又扣，又扣，哦，再来。扣子卡住我的裤子，就这一下，好家伙，唰一道金光，把詹姆波特脸好像没给杵了，怎么法杖拿倒了？这玩意儿谁受得了？哗，大伙哄堂大笑。我们还有这样的孩子，这就这么笨，但人家后来学成了。扣子卡住我的裤子，羽毛啪啦就飞下来了，羽毛多轻，还甭说羽毛。他们俩一指都能飞起来，那了不得。这丽丽就没事损他，你想你这咒语念的好，翻译出来衣服扣子卡着那个裤子，这不行，没事挤兑他。这男同志得有绅士风度，你不能没事总跟姑娘闹，你这倒霉娘们没事损我。
那不是詹姆波特，那说相声的，那是很欠。哎，我有点笨。其实人家詹姆波特还是纯种巫师，这莉莉是麻瓜，麻瓜，这可能是巫师界的术语，跟相声界的坎儿差不多。巫师界的麻瓜，就是说这个父亲和母亲如果都是巫师的话，这叫纯种巫师。父亲是咱们老百姓，母亲是巫师生出来的孩子，这叫麻瓜。那这莉莉就是麻瓜，但是悟性高，啊，天生当巫师的坯子，学什么会什么。临毕业这一天，莉莉跟这詹姆波特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没卡着裤子那个。”我跟你这么说，现在咱们毕业了七年，咱们闯荡江湖去。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，咱们打个赌，三年以后看咱俩谁出名。如果说巫师界知道你詹姆波特，我莉莉甘拜下风；如果说不知道你，我比你有能耐，你给我当一辈子仆人。你这叫什么理由啊？这詹姆波特认为他就开玩笑，说这就答应了。两个人就是闯荡江湖，各走各的。莉莉咱们不提，单说詹姆波特。闯荡江湖用了三年，那在巫师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天在龙骨洞里头正练功呢，干嘛练太极拳呢？正练，就看刘大这洞外头唰，怎么回事？窜出来一条蛇，这条蛇俩脑袋吐着红线。蛇这玩意儿啊，它开始动作很缓慢，当发现猎物的时候，那速度极快，眨眼之间看到了。这搁别人，当时就咬上了。再看詹姆波特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手里头拿着魔杖，看这个蛇过来，喊了一声：“郭德纲，御前！”咒语，这是李正阳和狗，就是顿睡咒，一拳，这一下，再看那蛇，化为灰烬，再找蛇没了，把它变成一封信，怎么回事？是莉莉施的法术。把这信变成蛇了，试试你的能耐。你家信上写的什么呀？某年某月某日，冰山北极岛，咱们在那儿斗法。听说你现在小有名气，我也小有名气，我不服你，我得会会你。詹姆波特一瞧，谁都快忘了莉莉这主了。想了半天，哎呀呵，还有那么一位呢，都总损我，什么扣子卡着裤子，行，去吧，到北极岛啊。等了大概起得三天，莉莉也没来，等到第四天还没来，这詹姆波特就想走。在这个北极的都是雪山呢，他转身刚要走，就看刘大悬崖上头下来一大雪球，这雪球跟德云社那个大个，刘大上头这不是人推的，拿魔杖。这一下下来，这要真砸上，万国桃花开。詹姆波特是干嘛的？咒语多的是，不光郭德纲御前，一抬手，唰一下，再瞧这雪球，当时没了，哪去了谁也不知道。就看刘大山顶上。站着一位莉莉，英姿飒爽。要说武侠书那就好办了，一开脸头戴软包金卷的银头，左边边歪的麻花扣，那女中的侠客，国外没这打扮，披头散发都是红头发，穿一身红袍子，火炭红，腰中系着丝纹大带，下边蹬着一双你矮腰云头的女士小皮靴，穿高跟鞋这就不合理，这山外滑着怎么办？一踩一个脚印也不合适。穿着这身，刘大上头飞身就下来，看吧，不服斗法。
我怎么刚才杨鹤通说这斗法跟我这差不多的情节？这一场恶战打的那叫三天三夜没分胜负。詹姆波特一瞧还行啊，你比咱学校还有能耐，打来打去打去拉打打来，打了半天嘛，两个人也不怎么的，看着对方刚开始实打实的一拳，后来什么拳实打实打过，软绵绵的，他舍不得打，到后来拿法杖。俩人斗法一弄，刷一道光柱出去，这法杖两个头对着，看谁的波大。你呀，不是，结巴发波吗？啊，对的，气儿圆的。啊，后来谁也舍不得下手。两个人产生了暧昧之情，谁看谁都不错。正这阵儿，来一倒霉的，也不打哪个洞里钻出一只熊出来。可把这只熊，你现在动物园那黑熊呢？那黑熊那跟那一比，那就是小熊崽子了。这大熊站起来得有五六米高，魁梧，浑身上下都是白毛。哎呦！不是跟动物园的黑熊差不多，这浑身上下都是白毛，冰山北极哪有的熊拿黑熊去？白黑熊，嗨，熊猫，两个眼睛泛着绿光，干嘛这熊啊是跑这找吃的来了？这还不是本地熊，这是外地熊，倒是旅游度蜜月，这属于是公熊，想找个媳妇儿。那熊不像咱人似的，人好找人多，熊没那么些，找来找去找到冰山北极岛这儿，一看山上有一山窟窿，觉得这里不错，没事儿他们吃这个北极岛上的小动物，什么长着翅膀的马呀，什么六个脑袋的鹿啊，什么小兔子小牛小羊，吃这些东西。后来这些小动物吓得都不敢过来了，他就吃山上的这些灵芝草。这灵芝草它天天吃这个，这熊是百毒不侵。今天也是饿坏了，一边正打一边打一边调情，熊一瞧这有点意思啊，我这都耍单了，又饿着，你们这儿好连搞对象在，这不行，我得把你们吃了。俩人不知道这有熊，这熊往外一走，那这是詹姆波特得表现出来英雄气概，一推力气，躲开，小伙子，一挥魔杖，我当御前。而对付蛇岭，对付这熊没用，咔一下子，一道光柱打在熊的身上，跟没打一样。哟，这咒语不灵，再来一个。总统吃叉子。一下子还光柱里边来好多黑色的小块块，把一熊给炖住，什么词语，把一熊给炖住，果冻熊，熊改了果肉了。一下子打在身上没事儿，又再来一个。这是什么呀？来一个呀！来一个呀！想好了，告诉你，想好了说。郭德纲，别再追孙了。哎呀，外国咒语滴了嘟噜的，真背不下来。背前头那堆字儿就够难的了，阿丹必击败黑巫师，突访血龙谷，这不喊啪一下子，行，没事儿。这巫师讲究会的咒语越多，能耐越大。说相声的一样，会的段子越多，能耐越大。五十个咒语全使唤了，最后都骂了街了。没用。
这熊没事儿，这熊就那么看着呢，那意思你照这儿来，丽丽乐了哈，你这你跟我能耐大，跟熊躲看我的，丽丽过来，这咒语会的也不少屁了，哈哈，家伙跟灌口似的，报菜名，咒语全出去了，打在熊的身上，没事，这回俩人可傻了，坏了，再使什么办法？使什么咒语也没用，那意思使一咒语把这熊变成一小苍蝇飞走了，或者把这熊变没了，连门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这熊天天吃雪山上的灵芝草，它见天吃这个，浑身上下百毒不侵，咒语打在身上跟没打一样，身上都是盾牌和呀，啪几道光柱，有的都反弹回来了。要不是莉莉和詹姆伯特跑得快，那非打自己身上不可。又改了这魔杖拿刀了。这一看着詹姆伯特，詹姆伯特瞧着莉莉，两个人面颊发红，莉莉眼泪都下来了。没想到我一时顽皮，让你陪我在这儿送命。其实，在学校我干嘛挤着你？我对你有爱慕之情，我只给你地图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我怎么着都不行，我天天穿低领子的衣服，你连看都不看。哎，这俩人也哭了。那个说不是不想看，你什么也看不着。他也哭，熊可不等这个，真看不着就骂。眼看两个人呢就没命了。要说聪明还是詹姆伯特，平常看书看的也多。当时就琢磨，怎么这个光柱打的身上就不行呢？怎么这什么咒语都没事儿？一想这是雪山呐，冰山北极岛，产灵芝草。灵芝草那是巫师界五大神药之一，灵芝草、还魂丹、百草仙，那都了不得。这家伙，他别天天吃灵芝草吧，这东西百毒不侵。没想到对咒语想了一个办法，大个的东西怎么打都不行。看周围这个冰柱，他想起来了，把它给冻上，只要冻上就好办了。一挥魔杖，唰，念了一个咒语，海尔兄弟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冻上的这还真有用，这叫冰冻咒，咵这一下子，把这熊就给冻住了。别看让它消失这不行，真得它冻上行，但是得快，也就五六秒，这熊就能缓上来。冻上之后，那莉莉也聪明，就知道要干嘛了。两个人合力，因为冻上隔了一层冰，你这阵再把这熊给打喽，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啪一下子，把熊这肚子这光柱穿过去了，俩人这才得救。俩人必须得得救，俩人不得救，我怎么办呀？是对。但是咱这个解释的合理，挑不出破绽来。这是看了一个日本的小说，里头有这情节，再加上我的想象，一家不能。这一下熊死了，熊这一死，那后头的事儿就甭说了。就在这个冰山北极岛，熊的这个窟窿洞里边，就算是入了洞房了。后来夫妻两个人携手闯荡江湖，勇闯独角宫，十二天救十五人，飞天斗法，巧夺光轮，是血斗伏地魔呀。好家伙，都得跟伏地魔打，生了个哈利波特。这伏地魔是干嘛的呀？这种可了不得，也是霍格华兹的学生，也不打哪儿偷了本书出来，里边都是各种的黑魔法，兼黑魔法防御。他把这书读完以后，满身的能耐，把这书一毁，合着全天下就他有能耐，要一统巫师界，
屏障手中这条龙骨魔杖，横行天下。有的那个巫师啊，咱说实话就服软了，就全部投靠到伏地魔的麾下。也有那不服气的，你凭什么呀？你统治我还想统治呢？咱俩得打的，去一个死一个，是去两个死一双，谁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这詹姆伯特和莉莉也要跟他玩命，那是正义的一派呀。最后叫伏地魔杀，伏地魔杀了之后要走，一看床上躺一小孩婴儿哈利波特。伏地魔心想：斩草除根呐，不能留祸患，这我得杀死。一伸手，炭火着，当时这指甲伸出来了，好家伙！奔着小哈利波特的脖子就掐过来了，小孩哪懂啊？哎，婴儿呢？他冲着伏地魔乐，这一乐，伏地魔一愣，他怎么冲我乐呢？别人都怕，他怎么不怕？一愣神的功夫，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哪来的那么一股力量？再看这个小哈利波特身上，唰！黄色的光芒，这光芒往眼睛里头扎，愣把伏地魔给打败了。后来说这是母爱，是母亲的力量。其实原著上这块也没有解释清楚，但是我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。但是没有这个情节呢，这还没法往下进行。一道光圈，伏地魔大伤元气，他没杀了哈利波特，但是留了个记号，用最后的力量，用这龙骨魔杖，在波特的额头上来了一个疤痕，就是这道闪电的疤痕。打这儿起，伏地魔可就消失了。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躲起来修炼去了，有人说他又跑什么巫师学校去偷什么武林秘籍去了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所以这个时候的哈利波特那是名扬天下，因为伏地魔碰见一个那就死一个，没有能活着的。哈利波特不单活了，还把这主给打败了，越传越神秘。那今天哈利波特到这儿来，能不轰动？哈利波特心里头也有点忐忑不安，他真怕学校找错人，万一重名重姓怎么办呢？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是个巫师，这是原著确实是这么写的。这个时候就看那女教授那麦格飞身就蹦过来，蹦到空中，他还露了一手，不是人了，变成了一只大花猫。干嘛变猫啊？让学生们看看我有能耐，可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儿。啪往下一落，也就一眨眼的功夫又变成人了。你说他也不嫌折腾，都几秒钟又变猫又变人的，说干嘛呀？往这一站，一伸手喊了一声争，就看由大远处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什么玩意儿飞来一东西，他有什么用？乾坤圈不知道什么，谁也猜不透，这地方太奇妙了。那楼梯儿它能自己动回来，你瞧那个画能说话，还能冲你招手，空中飘的全是幽灵。这大远处来一金光，谁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什么呀？帽子。帽子不是名牌的，马迪耐克不是，破帽子，就是巫师戴的巫师帽。然后除了补丁就是口子，这破帽子还放光呢，好家伙！这扔的街上都没人捡，可没他又不行，唰就过来了。那你想怎么意思？你看这帽子在空中啊，啊，撕拉一下子，撕了，这样然后不接是吧？不接是吧？一飞裂口子，把它开线了，赶紧叫裁缝吧。哪儿开线了？这口变成了一张嘴。说话哦，我的朋友们，
你们可不要瞧不起我，我可不是一顶普普通通的帽子。如果说你们瞧不起我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我是一顶魔帽。真是魔帽，光顶帽子。我外的，还学的配音了。原著上这儿有一烫子，啊，四个学院的烫子，这儿有一个，实在是不好背。海哥一伸手，这帽子落到他手上了，发现帽子的两端，那是巫师界十大神物之一呀、啊！啊，巫师界十大神物，那魔法石、百草铃、隐形斗篷、死亡圣器。那脚踏轮那都是外戴这顶帽子，这帽子有神不就能说话吗？那话还能说话呢？那可不行，这个帽子只要戴到你的脑袋上，你心里想什么，你的藏在心里的秘密，它都能给翻译出来，你瞒不了它。要不怎么说是神物呢？哇，大一戴拿帽子干嘛呀？分年级，分班级，感觉这不是大伙在霍格华兹都在一堆里头学，他是分着年级学习，在一块儿睡觉都得分着。四个年级，头一个格兰芬多，第二个史莱特林，第三个拉文克劳，还有一个学院，一共是四个学院。大伙这阵分学院的时候心里想法也不一样，四个学院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呗，那可不行，这四个学院都得有说法。就拿史莱哲林来说吧，这里的学生那都是纯种巫师啊，没有说麻瓜不让进，能进这个学院那说明你有资格吗？那说明你在巫师界得有一定的地位，家庭背景得好，那家里头都是那个魔法部的人，都是国家当官儿啊。说白了，这学校里头出来以后都是小白领，一年级的太子党，全在这里。所以想进这儿难，都得靠这帽子分。麦格把这帽子拿到手里头，这阵哈利波特还不知道呢，你给我分哪儿去、啊？他认识个好朋友，叫罗恩。罗恩跟他说：“我告诉你说，波特。”听我的，好家伙，你可千万别去史莱哲林，那里不怎么样。别看是都是纯种血统，不少那个出来混蛋的都是从那里出来的，那里培养不出来什么好学生。那你说伏地魔就以前从那里出来的，有点什么吧？是啊，他又从那儿对。那哈利波特这阵心里就想，可千万别把我分到史莱哲林。那念到这个。麦格这手拖着帽子，这手看学生的名单，一个一个学生叫。罗恩分哪去了？分格兰芬多去了。哈利波特也想去格兰芬多，那好朋友在那儿，跟好朋友在一块儿多好。念来念去，念去念来，念到最后一个名字，哈利波特。这屋里还挺热闹的，这一念哈利波特，唰，一片安静，大伙全看着，心说分哪去？哈利波特这个肚子里头就好像搁了一百只小耗子，百爪挠心的那叫，迈步往上就走，这有个大椅子，这也叫魔椅呀、啊，一往上一坐，再看这帽子唰飞起来，嘣儿，寇波特脑袋上，分那些学生。分得快极了，一秒钟就分出来，有的还没戴上，刚罩上就分出来了，就到哈利波特这算费了劲。这帽子三分钟没说话，小船怎么没电了？说话呀，干嘛呀？一看这帽子在那用呢，在那揣摩呢，揣摩什么呀？哈利波特在这默念，心里话没说出来，可千万别去史莱哲林呐、啊。千万别去史莱哲林，不要去史莱哲林。心里话他不敢念出来，那有好多史莱哲林的学生呢，这念起来不得罪人吗？不要去史莱哲林啊！这帽子一听，哦，不去史莱哲林是吗？把帽子给说出来了。
切这一说出来，再讲史莱哲林那帮学生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都瞪着哈利波特，心说咋的意思？你不来我们还不稀罕你，谈事儿去这个。哦，波特，你真的不要去史莱哲林吗？波特一想，这说出来了啊，我不去。你要去史莱哲林，你可是飞黄腾达，大展身手啊！那我也不去。既然你不去史莱哲林，想好了，想好了，不去史莱哲林，那么你就去格兰芬多。分到格兰芬多去了，这一下格兰芬多的学生哗鼓掌喝彩，哎，我们得了哈利波特，可不是，我们得了宝贝，得了哈利波特就跟得了宝贝一样。是，这四个学院，那自己的学院都培养出来过人才，也都培养过有名的巫师出来。所谓是明争暗斗，大伙看着挺和气，实际上谁也不服谁。将来我们学院出来的一个个名扬天下，那多好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，议论纷纷。我们得了哈利波特了，看这帽子唰，又飞回去了。飞的同时，还说句话：“再见，走了。”那时候一瞧，这算没事儿了，飞身回去。大伙儿一想，下一步该干嘛呀？就看头边那老头大凳站起来了，大凳喊了一声肃静，整个学校就全静下来了。他的嗓子那叫声若铜钟，还真是。这一声喊，好家伙，说悬了兜着底气，使着能耐，那山都能碎了。这一声喊，全部安静。再看大凳站起来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一伸手，来。说声来，原来这挂的都是小旗子，房顶上都是一个一个小旗子。说完一声来，再看小旗子，没了，变成蓝天了，天上都是小星星。实际上不是，它是蓝的布铺的，提前小星星都是小灯儿。一看桌子上原来都是摆的花儿啊，就这类的东西。喊完这一声，再看桌子，也就一眨眼的功夫，咔一下子，就跟翻板似的。一眨眼一看桌子上，变成吃的了。哎，那叫山珍海味，干嘛？学校开学典礼头一天，学校掏钱大伙吃。那好家伙，哪叫薯条？巨无霸，卖香鱼，甜筒。卖旋风，喝买一送一的。你就看这大当件儿，当件儿咔陷下去一块儿，升起来一个台子，台子上一盆热气腾腾的炒肝儿。国外人得意热了，就吃吧，这鸡腿儿、炸鸡翅，啊，因为我就吃过这个。那哈利波特这阵心里想。心想我走这一步，我到霍格华兹来学艺，我算是走对了。不是说看那吃的他走对了。原来哈利波特住在哪儿啊？住在姨妈家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楼下有一小壁橱，在那里待着。一站起来，脑袋崩能顶房顶子，里边都是蜘蛛网，上面一跺脚带掉尘土的，住那个地方。哈利波特从小到大。没过过一次属于自己的生日，命很苦，因为他父母早就死了，也没有人照顾他，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嘛。哈利波特那是荒草了，是不是？不算是走对了，心想：但愿我是魔法学成，出来闯荡天下，伏地魔也伏地魔，咱们杀父之仇，灭母之恨。等我学成了，我再找你报复去。是暗下决心。哈利波特吃的很绅士，拿薯条一蘸，一个一个的吃。啊，拿勺蒯着麦旋风，里头这个那奥利奥巧克力人，一个一个的来。在旁边那罗恩，哈家伙，一手拿了十个薯条，耳朵上还插俩，拿着鸡腿咔咔咔吃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他们家穷，
他父亲也是在魔法部上班，说白了是魔法部打杂的，家里头没吃过这个，你看他们家连麦当劳都没吃过，麦当劳在国外便宜着呢，那天天就吃按咱们这说属于窝头之类的东西。今天一看又有肉又有酒，咔咔玩命的吃。简短结说，饭菜都吃完了，大概期得有一个多钟头，邓布利多站起来了，喊了一声去，再看这桌咔一翻个下去了，也不用刷盘子也不用洗碗就干净了，这就是巫师界高明之处啊，了不得。干嘛大邓站起来念念校规，巫师界还有校规，那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哪都有校规，德云社也有规矩啊，头场十五分钟，二场二十五分钟，不准超时，超时了就没钱挣，什么德云社的规矩，规矩缺德了其实。因为我老超时啊，现在哪儿都有规矩，那也一样有规矩。校规什么呀？头一个，学生在课下不准你使用魔法。那你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你因为用的不熟呢。郭德纲于谦，你要念成郭德纲于谦，那完了。那这法师非把自己人打了不可。私下不准用魔法。再一个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宿舍里待着，不准没事出去溜达，男生女生互相串不行，尤其是四楼靠右边那个楼道不准去，那叫禁区，为什么不准去谁也不知道，图书馆该看的书看，不该看的别看，哪叫金瓶梅肉骨不要看，多看看传统相声，里头还有禁书区，禁书区不是说您想的那个那种不正当的图案，没有那个，里头锁着都是恶魔，可能都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都在那里锁着，你不准看，你小孩知道那干嘛？瞎打听没个事儿干的吗？黑森林不准去，这霍格华兹外边是草原，草原边上有一片密林。这片密林一眼望不到，变黑压压一大片，不准去。这里边都是猛兽，里边什么野马、野驴都是这个。你去了真死了怎么办？里头还有，据说还有巨型的蜘蛛，什么怪物都在那里头。你去出点事儿怎么办？种种的校规，得说了一百来条。这开学典礼就算结束，四个班的。四个年级的年级长得带着自己班级的学生得走啊，别的不说，单说格兰芬多，格兰芬多的学长带着他们走，你瞧这楼梯还真新鲜，上下浮动走慢的就掉下去了，摔得粉身碎骨，谁让你不熟悉地理，走来走去走到一个画像的前边，画像上画了一个中年的妇女，穿的衣服很普通，在这一坐，你瞧这学长冲着这画像那女的点了点头，大伙就问干嘛呀，你看女的说话密码密码龙渣，龙渣是密码，大家不知道这龙渣是什么玩意儿，可能就是龙骨头跟天碾成碎末了，叫龙渣，要不就是巫师界的败类，可能叫龙渣，因为咱们有人渣了，龙渣说完之后再看这道门，咔一转开了，本来就那么一个小门，这一开呀，家那个宽阔呀，里头是什么呀？格兰芬多的休息室，别的学院不准来，这龙渣就他们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密码，这些龙渣那边叫凤髓，那边叫虎胆，那边叫猫眼，都有。进来，这学长带着女生回女生宿舍，又回来带着男生回男生宿舍，有两个人一屋的，有一个人一屋的，还有四个人一屋的。哈利波特跟谁一屋啊？也寸了，跟好朋友罗恩在一屋子里头。呀，这一晚上就聊啊。第二天上课，这一上课呀，麻烦了，
俩人地理不熟，迟到，上这个魔药科，难以忍受。怎么呢？就是那谁，大白脸司内普他教课，没事儿就跟哈利波特对着干。头一堂课，哈利波特什么都不懂，他先问我，问问你，龙牙乌头和周韩乌头两个人配到一块儿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说，哈利波特说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再问问你，风吹水面从何而来？下联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再问问你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什么？不知道。哈哈，看来名气不能代表一切呀。别看你名气大，你是什么都不懂。这样吧，为了让你记住这次教训，格兰芬多扣五分。这玩意没干，先给人扣五分。旁边有个女同学叫妙丽，一个劲儿举手，你是葡萄皮儿最后那个，那是雨打沙坑爹，你看直举手。不问你，这知道哈利波特不会，没事就刁难波特。其实这问题还都挺简单的，你多听几段传统相声就干。但是巫师界问的那些问题咱不知道，不是扣五分。这课是太难熬了。还有这咒语课，哈利波特跟他爹一样念咒语，我就掐我的裤子，飞不起来，一弄扑也拿到了。妙丽在旁边，不对，你声音不对，应该是衣服掐着我的裤子就行了。那一弄羽毛就能飞起来，这课还都好办。最让大伙兴奋的一堂课，飞行课。这飞行不是说驾驶飞机，你念咒语后头吃来大翅膀飞，不是那个，飞是飞扫帚。人家古诗人家用扫帚当飞行器，那么怎么不用簸箕呢？蹲木不都行，不也就用扫帚？哈利波特这些个学生，大部分对波特还都比较尊重。这波特也是很谦虚，平常大伙咱一块聊的挺好，就有一个人打心里头不服波特，谁？原著上叫马尔福，这个电影可能叫马粪，马粪啊，转割马粪，原著叫马尔福。他的父亲那在魔法部那是高级官员，那人家是纯纯的巫师学，目中无人，不服波特。你说怎么了？学校大伙就尊重你，我爹那是魔法部的头头，我是纯种巫师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家有钱，我吃不见吧，你看我穿什么用什么，你看我魔杖是什么样的，就是不服波特。上飞行课这老师叫霍奇，长得跟个鹦鹉似的。一瞧让大伙分成两排，地下放着扫帚，一把一把的，这扫帚你得骑上，有的人会，有的人不会，大部分都不会，都是新生嘛。你瞧霍奇说，我给你们做一示范，一抬手起，扫帚横着啪啪立起来，立起来扫帚这腿一勾，勾住之后扫帚交到单手，好好上去了，上去之后一骑飞出去了。不是说真骑上，坐扫帚上，长棍坐着，那多咯噔，真是。但是骑着，但那屁股离扫帚还有点距离呢，前头两个手抓着，腿是虚着，他蹬着，就相当于腾云驾雾，那俩腿可能是蹬着云彩或者空气什么的，飞身上去，哇西，好家伙，这要说长袍认凳办案了，这就是蹬云踏步，一纵身上去了，在空中飞了一圈，他们看着很功夫。哇，下来了，听我口令，先让扫帚起来。那妙丽就那知道葡萄皮儿那个起来起来起来，
扫帚就在这待着，也不起。哈利波特起来，唰啦起来，一下就起来了。那马尔福喊了三声才起来，有快的有慢的，最后一个就是罗恩，起，你他妈起！扫帚啪给来一下，骂还不抽，反正最后都起来了，刚起来，再看里头有一个学生。这学生刚骑到扫帚上，老师还没喊开始呢，这也不知道怎么意思，这扫帚唰都飞起来，这一飞连老师都吓坏了，还没说开始呢，而且飞得不正常，在空中360度就唰，180度，好家伙，好像没把这孩子给扔下去，帐子前头有一雕像拿一棍儿，孩子飞的时候嘣儿。那衣服勾那棍儿上了，孩子在那当啷着，也算掉下来。这一下腿骨摔折了，可把霍奇吓坏了。哎呀，我的儿子，他不会这种接骨的咒语，他是费行克老师，他没事研究接骨的。他赶紧抱着他奔医务室了。临走时候说了，我不在你谁也不准飞，飞完之后就这后果。哈利波特挺听话，也没上扫帚。这阵儿，那马尔福一看机会可来了，波特，都说你有能耐啊，还没长大就怎么成名，想必你应该也会这个飞行术吧？你来看，一伸手拿这个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波特，你要能把我这个东西接住，我佩服你；你要是接不住，波特。以后我瞧不起你，不过我瞧不起你，这些人也瞧不起你，因为你没有什么能耐呀。这孩子们在一块斗气儿的话，波特也就当真。这是再恨马尔福一伸手，手里拿一圆球，啪飞出去了。圆球是飞出去了，圆球是飞出去了。这马尔福可没飞呀，那就看着。波特真实在，妙丽直说别去，别去。波特不管那一身丧出啥，他可没学过飞行，但是气儿拱到这儿了，斗这口气，这叫不蒸馒头争口气，骑着这丧出一道寒光就飞起来了。那球的速度按理说应该比他快，也邪性了，这波特可能是天生飞行的奇才，他飞得愣比这球快。马尔福干嘛这样儿？因为校规有规定，老师没让你上扫帚，没让你飞，你要自己上去，你要飞起来，这是开除。人家只要把你弄出学校去，以后学校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小孩的心里，波特可忘了这条校规了。妙丽记着，干嘛总拦着？唰，飞起来，他眨眼之间就跑到这球的前头，唰。在空中摘档，摘档减速嘛，教规咱学了，唰一下一踩刹车，踩着空气停住了，一伸手，嘿，把这球接住了，得意一甩，那意思怎么样？你瞧这球在我手里。他可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身后是办公楼，办公楼窗户开着，里头有一位，谁呀？麦格，就那300多岁的那老婆。哎呦，呦呵，就是哈利波特吗？好家伙，那不老师走了，没让他飞，他怎么飞下来了？可飞得还挺快，当时这脸呱啦就掉下来了，迈不下来。你像大伙这阵还喝彩呢，好波特，好飞行术。波特也得意，一掉头。又回来，刚往下一路，刚把这扫帚给收起来，麦格来了。麦格这一露面，罗恩的脸色都变了，弄不好真开除。妙丽也害怕，大伙儿都替哈利波特担心，就这马尔福得意。哎，他飞的，他飞的。波特，跟我来。说声跟我来，抓着波特，也没等哈利波特解释什么，转身就走。
马尔福心想，哈利波特呀哈利波特，这一把你拽走恐怕你是在劫难逃。可这位马尔福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害人终害己，哈利波特这一走才引出来一段魁地奇大赛，是波特扬名。